来来来，我来陪你们三个玩。CD 还是挺快的。他们带着军队来的时候，他是有冷却解说20%，然后加技能结束25%。我在路上，可以的，持续3秒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深深的明白，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世纪，不能被他们压太多。然后针也被他拆了。哇操，这香味猛虫这么舒服的吗？一个E就能触发了，哇操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怎么一个E就触发了？上位猛兽能不能触发一下？哇，可以的，十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推荐，推荐啊，这个很推荐，推荐。带不了超燃啊，怎么带超燃啊？没有那么合适的，知道吧？确实 CD 快了不少，这个 EW 的 CD 快了不少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快了不少。我就会告诉你，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。哦，这我叠被动就快很多了呀，我操！必不可少。过来 A 兵的那一刹那给他E到就好了，刚刚杰拉帮他补了，捡了差不多前期捡 CD 就捡了个3秒左右，已经是非常 nice 了。用处大不大？对线我就已经感受得出来了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对线的作用，对线比打团的作用大，知道吧？你对线只要没问题，打团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你要是对线有问题了，打团就肯定不行，知道吧？乌鸦这个最难的点就在于对线，最难的点就是对线。只要对线没问题，什么都没问题。我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回家了我的，我就依法带领这个国家。快了个3秒左右吧，你们单从我的这个被动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我打双人路长手很少有人跌到这个被动，
只会越来越多。不是，这是我刚刚试验的，和你扛不扛得住没关系，知道吧？我操，一个 W 我就直接加速了，就出发了。你看，十几秒的 W， 我现在还有五秒钟了就。这 W 快了整整五六秒啊，至少。哇靠！强！这潘森还被反杀了，我操！话说我 ADC 去哪了呀？我操！我打着打着 AD 不在，我这个辅助装备什么时候才能够的鸟？我理解他们的身份，命运不休。这个移速加成的太爽了。真的爽，真的爽，真的爽！等下我给你们看一下我那个下位猛兽出来，我 W 多少秒的 CD 啊？等下给你们看一下，看看现在 W 多少秒，十五秒啊！我等下出了下位猛兽，我感觉我 W 只剩十秒，十秒以内，十秒以内。他这个 CD 是不会改变你的原有 CD， 但是他会加快你的 CD，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比如说你十秒的 CD， 你触发相位猛冲，他可能只有九秒，但是他的九秒就等于七秒、六秒，懂吗？是这个意思。CD 确实快。哇，这波直接给对面卢锡安差点秒，但是这个永恩好像喜欢抓我们这条路啊。确实机动性要高很多啊，爽多了。就我肯定是带不了征服者了，肯定是带不了征服者。你们就看我现在的被动，560层被动，我现在560层被动，八分钟，我怕十分钟都没有500层被动的人，我现在八分钟560层被动。我一个团，一波团战触发了两个相位猛冲，还是三个相位猛冲？刚刚一波团战，
家的。哎，让我回家出个装备吧，我去，2500块钱在身上。好舒服了，这下我根本就不怕死了，我50的攻出来了，700的，10分钟700的被动，夸张，一波团让我三个相位，爽啊！我的心你早就耳闻很久。不着急，这永恩伤害有点高啊，我操。几杠几？8-1，11000的经济，这永恩伤害有点高，小心那个永恩呐、啊！我的 E 技能刚用了又有了，这就是下位猛冲吗？刚刚用了就有了，啊，可惜，这波我第一时间没大招，而且一技能空了一个，不然卢仙就死了。永恩有点打我，有点那个，我还第一次打辅助，妈的，经济这么快这么高，这把我8-1都没有这个经济，有些时候。直接打就行了。我操，有点无解呀、啊！我操，13分钟，1000多层被动，一千的杆，1000多层被动。我靠，而且还做出了50红不加永生花，我他妈我现在无敌了呀！我操，太夸张了。拿个蓝真的无敌了，拿个蓝。啊，直接去找对面5个玩了。来来来，我来陪你们三个玩。送走一个。紫斗红都还没出来呢，
十朵姆怎么被打出来了？小兵给我打出来了，我靠！哎呀，我五十的朋友留着，等一下去一打五的，妈的，6300的血，15分钟啊，现在才，我13000的经济，我靠，我怎么经济这么高啊？这把辅助位置，太夸张了吧！我以前妈的杀十几个，我现在经济都没这么高。OK。可以一打五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神装了。哇靠，这也太爽了吧！6500的血，神装加上大龙破斧，我这不去一打五，我去干啥呢？起来，打起来！太夸张了吧，兄弟们，太夸张了吧。防御塔是啥呀？防御塔是什么？防御塔是什么？素材局啊，哥哥，哇靠，这个相位猛冲一带，那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哇操，打了38000的输出，全扛最高，我还没带征服者，哇操，太，这个下位猛抽真的太爽了，这个 EW 减 CD 减的太爽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扛了40000的伤害，44000，打了40000的